又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佛生日。你知道什么是佛生日吗，宝贝？佛生日快乐。不是那个生日快乐，宝贝。今年佛生日跟以往的不同，以前呢会搞个三周，今年就不弄了，因为今年的话特殊情况，自己在家里面自己过就行了。因为你要叫人家来，人家也不敢来。是的，嗯，现在不是怕阳不阳，是怕重阳，所以不敢乱窜。你没听你舅说的，他去找他朋友，他说可以来啊，来了坐了椅子坐的老远，戴了口罩。对啊，那这是大都害怕。那就是啊。那这球呢？在这啊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好可爱呀、啊！明天也很好吃哦。都凉凉了，你还说可爱？你这个剪的是啥呀？这是葱头，这是拿来做鸡剪用的，然后放在里面会很香。今天他这个葱头买的不是很好，好臭。哪里臭啦？很呛。哪里好呛？这个鸡剪是我们每年佛生日的特色必做的小吃。用这个豆皮做外衣，把五花肉、马蹄还有葱头包在里面。拿这个头要不要给它剥掉？这个稍微搅一下，开工了，做鸡腿呢。马蹄呀、啊，就是马的这个蹄叫马蹄。姐不得清水哈、啊，没清水，刚才好吃，好吃。凉的。那，这不能从在哪？一个一个。去也得帮忙了啊，这东西太黑了。回收箱见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姨，不带你好。我的机器这么讲究。都看错呀！弄搞起没有？咋样？咋样？他们俩在后面秀恩爱呢。秀啥恩爱呀、啊？你说奶奶呀、啊，你干个活怎么就这么费吻呢、啊？他都看得成这样子了。快撞了就行了。先把这葱头搅一下。这样就可以了。一下两下就可以了。有这个绞肉机就会翻掉，要是用那个凿这个蒜头，凿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你眼泪已经下来了。我现在是已经。所以说做这个鸡卷是最感人的，能够催人泪下。感觉这一次应该会很好吃。超级棒，好吧，点哪里？点这边了，赞！搞了个大家伙，马蹄，还有这边还有木薯粉、红薯粉、盐巴、白糖、酱油，一包十三香，用力给它抓匀，入味，看这次是不是很香。那肯定不香，我也得说香。这个鸡要放甜一点。然后，开始包鸡卷，把肉放进去捏成形。哎，我是不是得放在这个角？怎么包我都忘记了。哎，放这个角，再慢慢滚过来。那我放错了。那你滚过来不就完了？妈妈好笨。你来。好笨啊，行。那你还说什么？那你洗一洗嘛。豆皮卷进去。这是我爸包的。没吃，这张你看，哦、你要按耐，你这不要能听清。你奶奶可扎到一颗颗球，像这样捏一捏的不会死。对啊，把它捏结实。一开始蒸啊，蒸蒸蒸。是什么？是蒸笼。很大哦。哦。再摘点叶子，铺在蒸笼上面。那你在干嘛？我在摘这个菜叶子，蒸鸡剪。这样不会粘到钟笼上面。是的，你看这么大一大个片子。拿上去喽！今天吃喇叭。好吧。你奶奶找到工作了。烧火奶奶可是专业的。是我就专业。把这菜叶子铺上去。我在这边做过了，还有没？有啊，够了没有？够了。然后接下来做什么？把鸡腿放在上面。好嘞。也有甜甜的功劳哈、哦，甜甜也有干活哈、哦。喜欢爱吃鸡腿。
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是虎鼻炎。最后一根，刚刚好。刚刚好，完美。嗯。走嘞。我来帮你吧。好。走吧。走。妈妈这么瘦肉，你不来帮我呀？对吧？现在等蒸熟就可以了，20分钟，大概要蒸一根香的时间，香烧尽，鸡卷就熟了。足够，漂亮。不是你啥？嗯，聊一门。全都是耗子一口。这个就是蒸完出来，然后再把它切片，放进油炸，就会非常的香。是啊，是烫手啊。别用手，它也不会烫手。刚刚穿，来一套。奶奶一点点给我，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可以吗？好吃吗？好的呀。可以啊，好吃的吗？我想吃。我想吃。我再给你掰。好了，那今天分享到这吧，我们下期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